啱啱接咗機，咁就而家login 咗就upload 緊啦，即系 update 翻本身舊手機啲資料啦。咁就第一上手啦，部機真係好大部啊，就真係比一般手機大啊。咁我就冇 iPhone 啦，咁同我啲即系6寸嗰啲都大過啊。咁好欣賞呢間公司嘅，咁呢間公司咧就專出一啲人哋唔出嘅手機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即係嗰個效率真係始終大陸公司嘅效率就比較高啲嘅嚇。咁就原本眾籌嗰陣時咧就大約8月到，咁已經話係12月就會出貨噶啦。咁初就原本咧就話會提早啲添，咁最尾都做唔到。不過咧，佢都最尾都可以承諾到咧，就12月出到貨。咁呢個非常之欣慰嘅。咁因為之前咧，我喺Indiegogo 咧就有一眾籌部手機，咁就係呢只Panasonic 嘅手機。咁原本咧就係上年5月就話出貨噶啦，最尾咧就揼揼揼揼揼到12月，就差唔多呢部機咧就早呢部機 就1個禮拜。上呢部咧就2018年12月開始俾咗錢，到而家2019年12月先至收到貨啊！咁呢部咧就8月俾咗錢，就12月同一時間同一個月就收到貨啦。咁所以我非常相信公司。咁影相咧，影相就未事嘅。不過咧，上網都睇到佢嗰個質素咧，就唔係一般嘅啫。咁我亦都唔期望去影相會非常之好。咁頭先撳過啦，打字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咧，呢啲初创公司咧，可能生产手机过程咧就唔系咁，真系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啦。咁之前咧，我都有同一间公司啊，众筹嗰阵时咧就买咗呢部Atom 嘅手机，咁讲过噶啦。咁同呢部比咧，就真系小巫变大巫啦。咁呢部机咧，其实我都非常之中意嘅，好中意 size 就咁揸住啊。咁一般睇一啲简单信息其实 OK 嘅，咁但系就始终打字方面就我可能只手指大啦，咁其实真系佢安细嘅，咁打字上嚟咧就非常之有啲困难嘅咁有时话真系好容易读错啦，咁可能打10个字有2个字错嘅，好多时都有咁情况。咁另外啦，本身佢个 display 咧就系以前 iPod 嗰个 display 嚟嘅，iPod、iPad 唔知 i 乜啦，即系以前嗰啲 MP3 机嗰啲 keyboard，佢直头系用咗旧。佢可能佢生產過剩之後用剩嗰啲貨尾嚟生產嘅，所以咧佢架進度係非常之，即係冇話非常之低啦，係比較低啲嘅。咁就咁望佢咧，有少少似以前啲普通嗰啲Fetch Phone 嗰啲咁嘅 display，即係3600、240咁樣，我搞嗰種解像度啦。總之啲字咧會有啲啞，有啲朦朦朧朧啊，啲圖片有啲朦朦咁嘅咁。之前呢部機器其實已經第二部嚟噶啦，之前一部咧佢啲膠咧用耐咗咧，都半年到已經呢啲位咧就開始翹起晒。咁眾籌一樣好，我寄翻去咧，佢就寄咗部新俾我嘅。咁特別我呢啲大陸公司啦，我只要去深圳俾10零蚊咧，就可以寄翻到去上海噶啦。咁之前咧呢部要寄去，又去咗玩過一次，咁就壞咗啲 keyboard，咁啲字咧就係亂晒龍嘅。咁我寄翻去，佢都系寄翻部新嚟嘅，不過運費寄嗰程運費就我自己俾，咁要成500蚊，咁相對嚟講咧，如果我下次唔係下次啦，我諗我將來眾籌都盡量會偏一啲，可能大嘅公司，因為始終網上眾籌咧，你去維修咧係非常之有風險嘅，如果你真係壞咗，要寄翻去嗰啲公司咧，你運費係非常之貴，根本係貴到你覺得好冇。即系你特别系手机啦，你用咗1年到，你坏咗，你会唔会想俾500蚊去换过一次换咧？咁所以呢部机我都会镜实啲用嘅，因为如果真系坏咗咧，我要寄翻去英国嘅咁一般嚟讲，呢部机都系唔会谂，因为唔系防水啊，亦都唔系防水，同埋咧我之前嗰部机咧，上一个 model 咧都系觉得佢啲手工啊，唔系咁嘅手工问题，系本身成个设计咧，佢都系放你俾文人用嘅。所以佢所以啲價位啊，特別啲價位，佢而家呢一代已經係好咗啲噶啦，啲價位啊，啲 keyboard 都覺得係實淨咗但係佢上一代咧，因為收埋咗啦，已經嗰部機，咁就睇唔到啦。
咁所以咧，呢部機我主要係會喺平時假日輕騎會需要用呢部機嘅啫。但係呢部機又好，就有 eSIM 同步咗我哋而家呢部主要嘅手機噶啦。所以咧，呢部機會響，呢部機都會響。所以咧，可以代替我平時呢部咧可以代替呢部噶啦。咁講翻呢部先啦。咁頭先睇過啦，佢送嗰個 cable 咧，原來係唔同啲嘅喎，並唔係普通一條 power cable。佢初初講嗰陣時咧，咁而家度開咗鐵箱啦。呢條 cable 咧就，哎呀，又係要用戒刀。攞翻戒刀出嚟先啊！佢開過嚟啊？唔係，可能頭先我啲領鬆咗啦，開咗佢先啊。呢個 cable 咧係個 display 嘅，咁可以睇到你用幾多電啦，咁好靚仔嘅，不過咧就希望襟用啲啦。咁 display 喺度，咁插住嚟睇睇啦。啱啱好有個插電位，可以睇睇嘅。嗱，插著佢。咁佢就會咧插著佢咧就會顯示嗱5.14V 啊啲字仔 OK 噶好精緻噶啊咁插落咧佢就話會顯示埋佢個電流容量嘅插著佢嗱可以見到嗱有最神奇咧會顯示37% 係你而家嗰部手機差緊37%。呢個非常之神奇啊！亦可以睇到而家幾多 M 數啦，睇一條條啦，我唔知點解咁啦。但係咧，佢會有埋顯示信息嘅，睇到一個信封。當然，其實我覺得呢個設計咧就好似冇乜用嘅啊。一般嚟講，即係可能放你擺喺張台上邊，即係諗唔到其實佢即係咩用啊。當然你話顯示佢而家嘅 percent， 我都 OK 嘅。有時咁睇就我直頭唔需要開住部機都知道佢幾多滿電。但係你又睇埋個信息，即係你話多餘嘅，咁你有就更加好啦。咁其實呢個調翻轉，你可以諗下，其實呢度仲可以顯示啲乜嘢咧啊？咁我反而覺得呢樣嘢會更加好。我希望佢可以 update 到個 firmware 咧，可以顯示埋信息啊，又或者其他唔同嘅嘢啦。咁anyway 啦，咁呢間公司係有創意嘅，入邊咧都其實入邊有啲唔同嘅 software 啦，啊，咁頭先有個咩 game mode 啊，呢咩咩屋企system mode 啊，工具箱呢啲，工具箱呢好大陸噶啦，咁就又撳咗掣添嗱，咁有四大天王啦，咁呢個 OK 嘅，非常正，因為本身 BlackBerry 嗰啲咧都係冇四大天王嘅，所以我唔知點解會咁。另外咧有個touch bar 嘅。嗱，咁應該可能要開翻嗰個，應該就會響呢個設定。啊，有鍵盤揮發方式啦，即係每個掣有唔同作用啦。咁到時我會再 set 佢嘅。咁應該佢有個所謂嘅智能組件線啦。嗱，我先睇過。未讀信息都睇到噶，咁樣就係stock cut。OK， 我記得佢係有個要設定要先走翻出嚟嘅，不過唔記得咗啦。OK， 我而家揾到咧，就其實呢可以當一個 touch bar 用嘅，但係我唔記得咗佢邊度要 set 翻個功能。啲人話咧係要特別啲先可以用到呢個功能嘅。OK， 好啦，介紹咁多。咁呢間公司我係好中意嘅。如果佢有啲新機咧，因為佢都會話出個新機嘅。我嗰部原本呢部做出第二代，咁第二代我希望佢個 display 會做解像度高啲啦，咁睇得舒服啲啦。咁同埋希望佢係啦，解像度高啲，同埋好似話個鏡頭會強啲嘅。OK， 咁呢條片係咁多啦。咁再有咩嘢發現到？我中意又想希望大家分享嘅，我就會再喺度再拍多啲出嚟，再講講啦。OK， 係咁。